饰演的是老板女秘书。哎呀，真的还不行，一看就知道有鬼。哪有，正经八百的好吗？然后我的生存指南就是当老板跟同事间的热爱。哎呀，好 A 哦，好 A 哦，哎呀，什么是，而且那三个字是他逼阿当加上去的。润滑剂呢？因为有时候大家知道，就是太干。秘书的工作就是要传达老板的话给同事们知道。哦哈，那你也知道，有时候老板讲话就很凶。譬如说，老板就说：“今天大家一起留下来加班啊，那出门没带脑。”那怎么润滑？那我不能一模一样的话给同事们听嘛？那怎么润滑？有说：“哎，今天大家辛苦啦。”那个老板说：“因为大家希望大家……”那这滑在哪里？哪有润？哪有滑？你没有滑。大家辛苦了，老板希望大家能更好。我怎么觉得你很做作？我也觉得。而且你赶快讲重点。除了跟你还是没讲完的润滑剂之外，我也是老板跟他老婆之间的润滑剂。哎呀！谢谢大家，去吧。好，你还是要面对老师的。操，没有啦，他这个头太侵略性太强。对啊，你包成这样，老板娘不会放心的。不会吗？因为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，对。你全身上最最配，就右手的那条黑橡皮筋，其他都很脏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怎样做任何事都为什么后面要弄那么蓬啊？里面是有放包子是不是？没有，可能有刮它。但是他想要表现的是一个干净，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。但是你包的第一个太有侵略性，你看他多有心机，他里面包一圈呢。润滑剂哪有这么多时间绑头发？对，好，很臭哦。没有啦，我不问你。先喷，干洗头，帮他喷润滑剂。他刚刚啊往上绑是对的，但是他不应该绑一个髻在里面。他这个髻绑在里面，头发的高度很像要示威。他应该要高的是他的这个靠近这个脖子这里，不是高在这个蓬在这里。对，所以你的位置错了。哦，说那个甜甜圈呢？对，就是他应该是这里要绑往上的高，不是把这里弄得很高，不是把头顶弄得很高。然后因为他想要干净，一般来讲你就不要收到像刚刚那样，辫子会是你们收包头最好的朋友。对，然后两股三股这个长的大家都可以编，对，这样。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这种透明的橡皮筋，就是不会去哪里买啊？一般的美材行。对，透明的橡皮筋都很容易断。对，所以我都拿两条、三条，没有要紧啊。哦，就是你不要一个，因为你看我就选一个咖啡色或透明的，这样是不是就很那个？不会一条 O 型的。哦，我然后把你的这个辫子弄松。千万不要绕着圆圈哦，一般人他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，你就只要往上抬，然后往上折，这样就好了。或者是把尾巴这样收进来，这样把你的辫子把它露出来，上班就也 OK。你可以用夹子啊，但因为我习惯用 U 型夹。麻了，因为这样子你上面等下怎么收，放下来都会有一个型。你也不会觉得你的头是乱的，但也不会像你刚那么硬。我会建议，如果你长得像红糖这么有侵略性的人，他要中分，转过来转正面，中分。他现在是旁分，对不对？我要把它中分。哎呦，蛮可爱的，就没有那么有侵略性。真的耶，感觉就是我人很好。然后，请你不要像一种狗狗，不要刮头发，很可爱。不要刮头发，因为红糖刚还在里面刮头发，然后这边还留一撮，那边还留一撮，然后把上面，你只要有基本的头型就好了，但不要蓬到太夸张。我觉得啊，那因为刚我们有留这一个底，因为其实它这里是最扁的，所以你等下把这边的头发随便你怎么塞，就是塞在上面绑起来就好了。转的时候把它往上抬，塞进去，然后这边再往下，
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很好看哦。橡皮筋跟橡皮筋的地方啊，插一根夹子就好了。然后要把毛毛的先往后梳，梳好之后，剩下再把它放下来。哦，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就乖？蛮可爱的，就是。就是你的上半部这里都不能蓬，这里千万都不能蓬。那他刚就是瘦的感觉，对，这里就是很爱蓬，而且老板们喜欢，老板娘们他喜欢额头不要看头。到底是让老板喜欢还是老板娘？老板喜欢还是董娘喜欢？都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你的生存守则就是你千万不能赢过董娘的风采。对对。然后你的侧面就是一样干干净，它一样有蓬，只是我把它拉下来了，没有到上面那么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头发中分减少侵略感，绑上干净又有型的包头，切记别太蓬，在老板面前专业又体面，同事也觉得你好亲近呢。